自从俄乌冲突以来，国际能源市场经历了一整年的动荡不安。2022年，油价最高达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峰值，创下八年来的新高。各大石油公司的利润翻番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世界上那些石油生产国的经济也得到了重大提振。根据统计数据，美国自2018年以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，并且在2022年继续保持主导地位，日产量接近1800万桶，这占了世界石油供应量的近五分之一。美国近四分之三的石油产量集中在五个州：德克萨斯州、新墨西哥州、北达科他州、阿拉斯加州、科罗拉多州、